你们俩谁大呀？你这，俺俩两岁，嗯，一样，你两岁。别走，别走，走，怎么这边走？你打个招呼啊，握握手，好不好？嗯，不走。你们也一起跳吧。你说不行，谢谢。你玩一玩，一起玩一玩吧。高兴哈，你说再见吧。你自己上，你看，都自己上的。你也可以自己上一下呀。来。老板是什么意思？永远不得，真的。九宝，下来吧。哎，这是人家的。哎，不行，你要干嘛？爸爸走着，快走吧，我们也走啊，走下来吧。爸爸走啊，爸爸在这儿。小帅哥，那他都走了，咱也走啊。九宝过来，九宝转过来。干什么呀？人回家了，是不是还买东西啊？走啊，小帅哥，走。
走不走？走了。你走不走？走不走？你走不走啊？是不是九宝还在继续玩一会儿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搞这下，搞这面下，嗯，搞这小坡我们就下。九宝今天表现真好，爸爸还表扬你一下。我们说一些能听懂的，好不好？哥哥叫我宝宝叫。爸爸宝宝啊。太阳宝宝叫。啊。爸爸叫我。你是哥哥，你感觉你比他大一些。你是哥哥，他是小弟弟。他是小弟。对呀，他是小弟弟，你是哥哥。九宝，你刚才表现的不错。还要回家了。对呀，他出去溜溜还是出去玩了？出去。宝宝呢？宝宝呢？你这不在外面溜溜吗？走，咱也去。宝宝。宝宝啊，那好，爸爸把这关了，咱宝宝啊。嗯，关了。你说关了。关了。关了。